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1年1月22号，休站区堵站，9:44，重发的是278次，也将哈线北回线开往花莲的泰鲁阁直角上。278次就海线北回线开往花莲的泰鲁阁直角上，请问006将 TNU1005 泰鲁阁直角上。弄大，好，那下面干嘛？再碰，这是电动大机关，那么拜拜。